个地方也会痛。戳到这里，嗯。因为对它的肌腱是从大腿下面这边连到脚跟的，所以这部分你都可能会有产生一些症状。真穴位，它要刺激到我很深入，我们可能要贴着肋骨去治疗这样。教我的老师他一直在做国际的，他是一个国际的疼痛大师，他一直在做比较偏远地区的偏远国家的医疗。你有看到他这个一直跳出来？台湾目前没有什么人在做这一块领域，那我是唯一一个就是只专做用针刺，我们不打任何药物，不开药，然后去做治疗，这样才可以达到尽量不要伤害身体，而一直都往好的方向走的这个领域去迈进。那所以后来台东跟花莲其实偏乡是蛮多这种因为挑夫啊或是长期务农这些问题，所以腰跟膝盖都有一些不正确的姿势造成很严重的伤害，甚至很多都去开过刀，然后开完刀更严重。那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也是推广的方式来帮助这些患者，就是达到他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这样。